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. Lights fill the streets, spreading so much cheer. 杭州实在是太冷了，好冷啊，冻死了。就是说，羽绒服都穿上了，开始穿着品牌的羽绒服，啊，准备弄头发了。这个遮黑眼圈的也很好用，遮黑眼圈的。这个蛮好用的，就是有紫色跟黄色，还有这个气垫也蛮好用的，就头冰没事了。刚刚换了个打底，仿佛进入了冰窖，真的好冷。这个空间就是有点大，然后再一个算是感觉像工厂里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是因为空间大，所以这个空调都不好用，好冷，仿佛进入了冬天，谁懂啊？完成它了。好好看，那个布景好好看。这套完事了，然后一半的工作量完成，缓存了1988，把所有集数都缓存下来了。我都不敢动，没事，他就是有点紧张。我这样抱着他是不是不舒服？你照一只手，两只手都要托着他的脚。耳朵会自己支棱着。哎，坐着来紧张。你要不要加那个椅子，还是直接坐水吧？没事，就让它在我身上吧。今日工作结束，然后呢，我的杭州之旅也算是结束了，非常棒，很开心的一次工作旅程。然后刚才还拍了一堆拍立得给大家瞅一眼，整整拍了10张。那这次的工作 vlog 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后面的话可能会有时间就再拍一些像这样的长 vlog 给大家看。拜拜。